地震后的那已经。咱们现在十一处就是大厂，十一处就是法会，法会随时随地都可以讲经说法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，随时随地这是一种空的场所，所以修行没有啊。这个处所的层次没有这个远近的层次，到什么地方都和在原来那个地方一样。咱们这29章里还好像在维持的比例一样，那么不要分别的地方，也不要分别法会好坏，咱们到处都可以讲经说法，到处都可以研究说法，这才能达成一团，练成一片，养成了这种到任何的地方都是研究说法，咱们这是这个，咱们研究佛法主要是什么？要护法王法，要收拾个身心，把那个身心收拾到一起，不想想去，不想过去，也不想现在，也不想未来，就一心一意来研究佛法。那么这样的时候啊，你就。对，没有什么烦恼，没有什么忧愁。你为什么有烦恼？就因为你把什么事情看破放下。觉得这个事情也重要，那个事情更重要。这一重要，就生出来一种执着心。你有执着心，就有烦恼。所以，研究佛法。对呀，没有地方，咱们现在今天就是头一次在这里地方天嘛，咱们在以后做呢，就是尽量做，这么一排做到后边，等前边呢再做了一排，这一排呢前边这个人做的这个人中间。那么就不会挡着后边的人看，就互相的错开，经常前边后边就可以互相的看得见，这样子做是做法，正面做法，但拜呢，咱们看起来还像有拜上的一样，两个人呢，站一排，两个人站一排，怎么站呢？距离呢，站着能可以靠台。
夏季租这个房子，本来呀，我暑假完了，我想买个房子自租的。自租的当时呢，有一些人呢要出去找房子了，很困难。很困难呢，不容易找，所以以后呢，我就很冒险的把这个房子租出去。就像请有人到这边住，我并且把这个地方能补上，让这个这个大家来住。这个大家在这里住嘛，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我图腾啊，用上山啊，行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图腾对美国人都很耐心，都很耐心。美国人呢，在过去这个图腾，每一个图腾都不认识。现在居然间就我和菩萨在一起住，有的人呢就会很高兴的，有些人他是一个人的样子，就很害怕。所以呢，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菩萨的事情呢，就介绍给各位，让大家呢，就是我们交一个朋友，我们要了解这个朋友的这个什么人。我们现在要认识这个菩萨，认识这个地藏王菩萨，所以呢，这样情形之下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地藏经。这地藏经呢，是佛教里头的一部孝经。地藏王菩萨也就是一个行孝的菩萨，是最孝顺父母的一个菩萨。他们希望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学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孝顺父母的精神，所以来讲地藏经。